气被台风外围环流影响，真的是风强雨大。但是没有浇熄百福社区基层的国民党支持者，从四面八方而来，展现跟过去不一样的凝聚力。风雨兼程，加油动算声不断。因为雨下很大，本来预计说可能来的人数不会很多，那结果还好，今天还来了100多个人哦。这可能就是我们区党部的他们这些党务工作人员多多少少去打一些电话啊，也没有预期说今天人数会爆满，所有的好朋友们今天愿意冒着风雨来这里啊，非常感谢他啊。我在这里先预祝我们谢立伟能够顺利当选这一次的基隆市长。所以拜托大家给国梁一个机会，那个招商引资把企业邀请来基隆，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大家说好啊吗？好。还有第二项，就是我们的医疗的品质。所以我拜托大家，我们世代的健康，我们孩子的健康是我们最重要的。拜托大家给国梁一个机会，我很了解也很有感受，我们把家人的医疗品质把提升，把更好的医生邀请来家人，顾我们的世代健康。大家说好啊吗？好。小爱爸爸若是做市长，我要把全家人市的公立和私立的国小、初中和高中弄一个很 有效的方法来把我们的教育品质来提升，让我们好的孩子、有想要读书的孩子也都可以留在家人读初中、读高中。大家说好啊吗？好。议长蔡旺廉也提到，目前选举的状况因为传播科技环境的改变，加上网络、手机、社交软体变得非常多元化，但除了空战也要陆战，候选人跟选民有面对面的请托环境，才有办法展现诚意与温度，增加认同与支持。记者黄日升，基隆报道。